九日下大地震了后，高溪上乌往草岭的管道一四九甲线部分的路段因此来中断。经过22年的修复筹备和时间，25号即天伫个贵宾甲民众的共同建制之下办理通车典礼。从此，若是民众要往草岭时阵，都要经过一四九甲线，搁驶过南投管道。弯弯弯弯的山路配合着高溪山区的好风景。原本因为921大地震而断的草岭公路管道一四九甲线，经过22年以来的修复、筹备、时间等等，终于是顺利完工了。不管是对当地居民或者是观光游客来讲，拢是天大地大的好消息。22年5个月过4天，哦，今仔才通车，咱嘛无限的欢喜啦。如果咱即摆目前安尼啦，即摆可能塞车有10分钟啦。我顶天有专线行过，吼，两边我拢去啊，开车啊，扎时间。早期我们到草岭都是走这一条道路啊。开通了，弄好了之后就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的居民过来就比较方便了，到草岭就缩进路程了。为了要来庆祝这一刻，25号这天，花莲县政府举办通车典礼，现场充满满满的人潮，以及侪侪中官贵宾，共同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大家的心内会当讲是非常的感动。所以今天看到的这一条149甲，这一条草岭公路，那可以讲说，拍断手骨吼，电都用。那这里的蓝天白云，这里的青山绿水，真的是世界级的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来上。真正辛苦是第一线，管护的团队、公务局的团队、设计、建造、施工的团队，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起来的啦，吼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我们还是要再次的表示恭喜、跟感谢、跟祝福啦，吼。透过道路的修缮，以及对山壁的整治，经费大约开了3亿元。但是有这款的成果，会当讲是促进草岭地区的观光发展。那我们呢、啊，透过整个边坡的整治，还有整个边坡隔梁的一个建制，让我们所有的用路人能够安心安全，有一条回家的路，有一条通行的路，有一条能够来到云林县上山草岭赏花的这样一个非常安全的道路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做到了，我们今天也完成了。期待这条路线通车了后，会当继续为高溪地区的观光带来全新的气象，并且将花莲县上美丽的人文风景全部介绍给全国民众知影。记者李伯利昌报道。